欢迎来到轻功浩文。今天轻叔叔没有在，所以呢，我代表他来这边主持。接下来呢，要出场的是，噔噔噔噔，没有人，还是我？他要讲广东话的，今日出场。你是不是 A 身不力？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今天会有事业线？有吗？轻功浩文是不是可以看到他的真人呢？ Hello Hello 轻功你好。Hello 你好。你好轻功，我是明星。可唔可以唔好嗌軒公啊？如果嗌軒公要添個燈油先。咁我要叫你咩名？你嗌我啊？軒軒公。唉，軒公軒公啦，唉是但啦，唉。好啦，咦依個邊個俾你㗎？依個頭先佢哋送俾我嘅軒公敲碗。係啦，就係我哋今日嘅呢個節目啦。唉，太好啦！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九龙城嘅呢一间嘅茶餐厅啦，不如嗌下你最中意食嘅嘢先啦。我要咖喱鱼蛋。咖喱鱼蛋冇啊。叉烧饭、沙爹牛肉面。你可以食啲咁油腻嘅嘢。我今日可以，为咗你我可以。哇！好冧啊真系。我可以啊，我为咗你我咩都食噶嘛。我可以帮你食，如果你食唔完。真的我而家終於明白點解可以做到女神。為咗你，我可以。句句都真係冧到入心入肺。好，唔該姐姐。Hello。Hello， 你好。要一個沙爹牛面，一個叉飯。叉燒飯。嗯。好。叉燒肥啲瘦啲，肥瘦啊？半肥瘦。同我一樣瘦。好。你邊不瘦啊？我想問。我也看到你有玩一下 social media 啦。在香港的 social media 其實有很多潮语，你知道什么叫潮语？炒语。那些人經常用这个字来讲我的 6UO。6UO 是一个。调转来看。你先读这个英文字先。O,O-N-G。On 啊。On。On。跟着呢 ?9。9。是啊。On 9。哇！賣過海婷，你仲賣過海婷？不過冇事嘅喎，即係個人靚，即係講乜都冇事。A380係咩意思啊 ？A0係叫咩 ？A0我知啊 ，A0即係女仔嘅筍盤啊嘛。唔係咩 ？A3 即係佢冇拍過拖。A380係好多好多手咯。你係咪 A 身不力？關你鬼事 ？Fam J 唔知。嗱，佢哋自己都要解釋啊。你哋都係啊。我係 JJ 啫，佢唔係嘛。我哋話女仔都得㗎。我哋係 Fam J 啫。即係有名嘅人。我今日同 Fam J 食飯。我今日同 Fam J 食飯。跟住依個我都唔知咩啫喎 ，so dean so dear 什麼 ？dean 英文啊，你試下讀好少少。so dear 什麼？中文四個字 ，so dear 什麼？哇！洗面咁大個盤啊！我可唔可以試下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同我一人瘦的。係啦，依個係瘦叉。哇！好好吃啊！真的啊！好香啊！我試下，我睇你啲廣告咧，我覺得你嘅鏡頭感好好啊！你可唔可以用一個女神食飯食叉燒飯嘅方法對住我哋嘅 camera， 即係最靚嘅一個食飯嘅角度食一啖飯。叉燒飯，唔得，我都要做一次先，你有次嚟，睇下出嚟嘅效果爭幾遠。叉燒飯。我的效果应该做不到。那你教我道地人如果叫了叉烧饭要怎么吃？那就要看你是哪个年纪了。十四十。
十四十是咩啊？四十，即系我啦。即系如果你计马佬咁计，咁就即系我助手就系咁食噶，你知唔知？点解你哋眼色发光咁靓嘅？因为我看到你学嘢啦，你哋。我真系招教。可唔可以幫我加翻個字幕啊？以下片段可能引起觀眾不安。以下節目需由家長陪同收看，敬請留意。王阿姐，你問我啱嗰個問題啊？天公，點解你對眼色發光嘅？因為我看到你。或者你可以講，因為我的眼……你可唔可以講一次啊？你可唔可以對鏡頭講一次？點解你對眼色發光嘅？因為我的眼裡只有你。入行之前是不是很多男仔追你的？沒有，不信，真的沒有，現在都沒有，因為我的工作真的 很猛，沒有時間拍拖。那我也覺得你是很有事業心的，尤其這條事業線，你知道什麼叫事業線嗎？哦，就是女生的這個事業線。對對對對對對，我沒有，我沒有。嗯，所以我就穿了很高的背心。饮杯，饮杯，饮杯吓，饮杯。我有，我有。你真系好豪放。点解我觉得你嘅身体内在系一个汉子嚟？系咪即系好男人噶？我唔知嘅。即系你细个，你会保护你啲细佬啊咁样？哦，我嘅细佬系唔可以俾人欺负嘅，我一定会。以身相許，唔係，你一定會挺身而出。哦，挺身而出。你哋係唔係覺得我今日會有事業線？有咩？佢問你會唔會覺得我今日會有事業線？唔係，事業線呢家嘢咧，其實就事業線呢樣嘢咧，我又覺得咁啊，我唔講啦，我兜唔到。我有一个要求，可唔可以有机会拍你嘅 MV？ 我何德何能可以请到女神拍 MV 啊？你系咪就嚟走啦？系啊。咁啊，下一次再嚟香港嘅时候话俾我听。没有，你有工作，你要话俾我听，我即刻飞嚟。咁啊，由细听到你，我觉得有种融化的感觉，我觉得自己好似嗰块牛油咁啊，而家。佢真的很 sweet， 真係。佢好喜歡你啲歌。真的㗎？我是 My Way 認識天光。My Way 即係你幾多歲嘅時候啊？唔係。你講完先。唔係好細啊，差唔多一樣年紀。但你知唔知喺香港娛樂圈咧，好多嗰啲老一輩嗰啲所謂禮貌嘅潛規則，即係講嘢要特別小心。咁但係我又覺得你做得好好喎。其實你係點樣做到嘅咧？就係、是、你要誠實。你話同我一樣咁大，你都誠實啊？我差不多啦。我不相信。因為你跟我一樣嘛，31。坐開啲啊你。雪櫃冷笑話。其實佢已經好多次真係筷子夾到嚟呢個碗，我夾俾你啊，不如。好香啊！有些香港女仔特別女 artist 咧，佢哋拍嘢之前嗰日咧，係唔會食呢啲，即係個味道比較濃啲嘅。哦，天公咧，天公都有食㗎。係啊，我而家要戒呢啲澱粉質，我聞得㗎啦。你有沒有 diet 㗎？打咩啊？你有沒有 diet 㗎？哦 ，diet。你有沒有做運動㗎？你覺得睇我身形似唔似有做運動啊？似。啱啊。有噶，做咩样运动？瑜伽啊，咁咯，即系嗰啲唔使跑出方圆，即系两平方米嗰啲咯。等一下，我哋食完之后，我们一齐瑜伽。你而家系封为呢个女神啦，咁但系女神都有找条件噶，使唔使一定要识整嘢食？佢唔需要整嘢食，但系佢需要中意食嘢。有一樣嘅興趣好重要，外形咧，順眼就好，順唔順眼？需唔需要係事業型嘅人咧？事業就係啦，事業線係啊，不一定要有事業線的，有事業線我覺得太壯了。我而家都好好薄命。的目標就是賺錢。
賺更多的錢。為屋企人而努力。屋企人係我嘅最大的動力，就是我一想到他們，我會有很大的動力去做這些事情。叻女，好嘢。咁啊，既然你係一個咁有動力嘅人咧，我哋陣間我帶你去買嘢，好唔好啊？陣間。好好好，我很厲害的。好。歡迎。哇。歡迎。有少少落雨啊！歡迎嚟到呢一度，呢度就係最出名嘅。原來是世間泰安樓，泰安樓商場。泰安樓，我聽過，很出名。呢度就係一個有香港小士林之稱嘅一個食嘢嘅地方。哦。咁你咪成日講，今日全程都喺度講魚蛋啊嘛。呢一檔魚蛋佬咧係泰安樓面最出名嘅咖喱魚蛋。Oh my god！ Hello， 老闆。Hello， 老闆。大家曬。呢個是他哋的咖喱醬汁啦，係咪咖喱醬汁嚟噶？沙爹啊，即係我哋今天吃的嗰啲沙爹牛咧，使唔使試一下先啊？好。想食啲咩啊？我想食魚蛋和牛丸。我想吃魚蛋。我哋要多謝老闆先，其實他哋休息嘅今日，但係佢話咧，阿明晶嚟喎，咁佢嚇我女神啊，好啦好啦，我哋翻嚟開門。真係㗎。呢個真嘅。呢個係你哋獨門嘅醬嚟啊嘛？係啊係啊。好好味啊！喺香港咧。魚蛋咧，其實最緊要係嗰個醬汁啊，佢有啲辣啊。嗯，它的辣對我來說剛剛好，而且很香。而我的這個是齋，我覺得很不一樣，因為呢，它的那個可以吸到很多很多的咖喱汁。嗯。所以我一咬的時候，把那個咖喱汁噴出來，好過癮啊！謝謝老闆。好啊。嗱嘢咧就食完啦，收埋先。正所謂。有借有還，而家我哋就要學下嘢先。我們先要學一下吧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嚟呀嚟呀，一串十塊，兩串十五。喂，你問下人哋咩嘅價錢先啦，冇亂諗先得噶。咁我出去先。好多謝老闆，好放心交俾我哋得啦呢度。你需要乜嘢？我需要魚蛋啊。魚蛋。想要魚蛋。蛋仔各一串。一串。都咁難攞嘅原來。哇！然后还有什么你要？肠仔，肠仔很咩啊？肠仔就是这个，这个。哎，唔系呢个啊，唔系攞呢个，呢个唔系我嚟夹落去。放松交俾我哋得啦，呢度。肠仔系红色呢条。哦，这个。跟住笃落去，系啦。好，跟住咧就帮人装落去啦。呢个系咩嚟噶？咩啊？唔好意思，好核突啊！唔紧要啦，我哋请你食啊。鱼蛋鸟龟。系啊，多谢你做我哋嘅白老鼠啊！你敢做嘢嘅话，我哋会亏本噶。OK 啦，第一串啊嘛，放松交俾我哋得啦呢度。Oh my god！ 我在卖咖喱鱼蛋。好，成为18蚊，唔该。攞兩蚊，依個係5蚊，依個係10蚊啦。喂，你逗到你自己嗰度咩 ？Hello， 有咩幫到你啊？老闆，我要求救啊，係咪要殺到先啊？呢個，你哋真係大膽啊！如果你需要加醬嘅話，你話俾我哋知，加1蚊。喂，你唔好亂嚟加，點解加1蚊啊？如果這樣子卡到怎麼辦呢？黐線，佢可以咁樣棘咗喺嗰度，點攞？攞翻出嚟先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係態度好就得噶啦，唔緊要啦。多謝，多謝幫襯 ，thank you。你係一條蠢仔？有邊個中意食蠢仔啊？係啊，我好中意你噶。誒啱噶啦，依條啱噶啦，啱啦。搏翻得噶啦，依啲嘢斷咗唔緊要。我可以俾你。我唔使浸咯。Okay. 我哋兩個每買一串嘢就望一望貓子，望下嘢先。Hello， 有咩幫到你？哦，我中意啊！依家我買咗你先同 DVD， 同埋都買 Rachel 同埋 Julie 噶。我啲仔女都識曬你啲歌噶啦。仔女添啊！我最中意你仔女睇噶啦。多謝。你未出？佢純粹嚟俾錢嘅。買爆係咩玩法？你100蚊可以買到好多。見你耐啲就得噶啦。牛排葉係10蚊。是18蚊，腸仔是6蚊，36蚊，我有冇計錯咗？計錯，啊，完了，沒有客人了，這麼快？啊，雲南。哇，慶功你有來過嗎？我Hello。哎，你好。我成日都嚟呢度買嘢食㗎。哦。
好好食噶。嗱，佢依檔啲南乳炆豬手好食啦。咁跟住牛雜啦，你中唔食牛雜噶？嗯，我也是喜歡。想要一串牛雜，要蘿蔔，同埋要磅，幾多錢啊？唔該。27。謝謝。冇問題。多謝。哇，這個好啊，這個正。你食唔食雞蛋仔啊？我哋買雞蛋仔啊。好啊。好啊，好前面。想要一底雞蛋仔，原味得啦，唔該。通常这个一个要多少时间？四分钟。但系呢啲嘢要新鲜食咯，因为佢个壳系脆嘅，即系佢啱做起嘅时候。多谢多谢多谢，唔该晒 ，thank you。我帮你啊。哇，热辣噶，很香。好啊，多谢啊 ，thank you。同埋咧，呢啲地方係一個好熱情嘅地方嚟嘅，即係你喺度買嘢，跟住街坊街你講嘢嘅方式啊，嗰啲其實都好 friendly。好啦，我哋上車食嘢啦，咁就。我已經忍不住了，我可以試試看。哇，好脆喎，聽到。很脆。很脆對吧？嗯，很好吃。真的。它里面是软的，同埋我中意佢呢个唔系好甜咯。嗯，它的甜味刚刚好。哎，这个我没有吃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牛的肺。哎呦，嘿，很烫啊！很烫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好热啊好热！哎呦，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，好滚嘅佢下面。哇，这个我很喜欢。这是萝卜。嗯。慢慢吃。这个很热，这个在下面诶。OK。你慢慢来哦，慢慢来。好好笑咧，我细个就系咁噶。你吹东西不是这样的吗？那你教我怎么吹东西？嗯、我干嘛怎么教你吹东西？乱讲什么？你为什么你都会想到其他地方去呢？再来一次。OK， 那你教我怎么吹？把烫的东西就是吹冷，吹凉。OK， 我第一次给人家取笑我怎么吹东西，我不相信你。真的还有啊？嗯嗯嗯。哇，好多人睇住我食嘅，所以。咁我哋今日大成功，系啊！再多谢一次明晶参与我哋今日呢个节目，多谢，拜拜。拜。我每一集咧，今我哋嘅节目叫谦恭敲碗啊嘛。谦恭敲碗？点解叫敲碗咧 ？Singing bowl， 你中意做 meditation 啊嘛？系啦，咁你啊朝头早一起身就可以望到呢一个。其实咧呢个碗有个名堂嘅，就系叫万寿无疆。万寿无疆嘅中文点讲？知唔知啊？万寿无疆，唔系啊，青春常驻啊，叫做哦，青春常驻，我乱得唔紧。咁呢个碗咧就系啊，就印咗我。明天冥想就可以看着它啦。好，咁我哋下集继续。谦恭敲碗，拜拜。拜拜。OK。I'll be alright.